各位同学来测试一下图像和声音是不是清楚和流畅，可以听得清楚吗？可以听得到吗？各位同学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讲解和内容啊。那今天是7月30日啊，口水鼎为大家带来的第1227期的讲解。依然是郭凯开门郭为大家带来的讲解，我的大学。由入门到精通外汇交易的一个课程，那么在这一部分的内容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去谈及到基本面和技术面的走势的状况，那特别是在今天那我们在今天的时候会看到市场当中会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说我们看到。澳洲在公布利息议息决议的时候，去产生了一些行情的波动和状况。那这些波动和状况带来的对行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们看到在数据公布之后，澳币再次出现了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常规走势的一种行情，就是行情走到一个位置上我说的走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就是当行情走到每个月周二，第一个周二的时候，行情会出现一些特别的走势就拿澳币来说的时候，它会出现一波上涨，这种规律已经走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好多有交易经验的同学，或者说跟我们比较长的投资人，就已经敏锐地发现到，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澳币走出了一波涨势。我想，一些经常听我们这些课程的同学，或已经是注意到。这种现象了，这个现象，从去年2017年的3月份开始就有这样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大概1年半的时间，就走这个议息决议之后或之前澳币走出一波比较大的涨幅的这种状况，很多同学已经了解到了这个状况。我想，这其实都是市场当中对于澳币加息的一种期盼。或者说，有些人会做提前的布局，有些人会看到这个行情在变化的时候，会看到他，当这些官员在讲话的时候去谈及的一些论点，会带动这个行情的上涨。那么，当我们去看到一个经济数据就是当我们去看到一个经济数据，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了一个交易内参，这个交易内参当中会谈及到澳币会有哪些的。会谈及到在今天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或经济指标去公布，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有澳洲的bank statement，bank 就是他会公布他的议息决议会在这里会公布他的议息决议。北京时间12点半澳洲时间呢是2点半的时候会公布这个数据。那当他公布这个数据的时候，那个一直以来。类似的那种走势就再次去发生了。那我今天讲的时候，从两个点上去讲它。我们去从两个点上讲它。第一个，你知道今天澳币有这样的走势，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与澳币相关的单要去做一些处理。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跟大家去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和各位同学做了一个欧元对澳币的交易单。有些同学说，我们的欧澳，应该去手动的平仓，有些同学说欧澳的应该去做止盈的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注意我的思路我今天思路再去说澳币的走势与基本面的相关程度，这是第一条思路。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在执行在交易当中的时候，这些单应该如何去处理，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交易单当中。好，
那我们在今天的时候，这个单呢，这是澳币对，这是澳币对，这是欧元对澳币的这个单。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有一部分单，二分之一单，我们做手动的平仓，一部分单我们去做获利的了结，最终也获利了结了，去走到获利了结的地方。那之后呢，行情就走出一个大幅的反转状况。这些反转状况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这些反转状况来源于这个行情当中，图像当中，它的这个行情的一个获利了结，就走到高位的时候，就是加码的那张单我们在这个欧澳上面已经陆续有好几单了，欧澳上边在昨天的时候平仓过两单底单一单，加码单一单，加码单两单。那我想问一下，在欧澳上面跟得上这张单的有哪些同学？就欧澳上面做过三单的，或者说就一单吧，有没有同学在我们目前的状况当中，有没有这些投资人在欧澳上面去持仓过一单的？这波涨势当中有没有欧澳上面做过一单的？有多少同学欧澳上面去做了超过一次的交易？有多少投资在 OR 上面有超过了一次的交易？这是我们 OR 的单这是 OR 的单。除去智慧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有做过 OR 的单吗？我们看到有，美国的严同学有。北京的 Daybreak 同学，北京的郭超同学，然后都是有过，都是曾经拥有过。昨天手动止盈了昨天止盈了，那都没有问题。那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发现行情反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六月我们这个图形是很有可能反转，因为欧澳这个图形对于澳币来说，它会Phil 同学有三单都止盈走，那都是，当然都止盈走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行情只是像要反转啊，还没反转。现在要做的是减仓的动作，现在需要做的减仓动作，不是要做反转。那在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 OR 的这个单呢，可以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们把 OR 的这个加码单去再次做减仓。昨天的单，如果我们细说的话，它昨天的单实际上是在昨天单大概有50多点的盈利嘛，入场的位置，是按照昨天的单，它大约的入场位置是在这些位置上去入场的，止盈的位置只在这儿哈，今天早盘的时候止上去止盈了，止了大概50、60点，走完之后行情就往下走了。那这是加码单，加码单大概盈利上去以后有60点、70点的一个止盈单上去之后的一个止盈单。那今天行情开始往下走的时候，这些长线的单呢就应该做一些减仓的动作，包括我们的这个单6月28号的这张单呢应该做止盈。当然我们昨天已经止盈过一些单，那这都是非常好，所以在。我们贝拉同学还有一个空单可能是刚刚入场的空单，也还可以了但是现在需要做的是多单止盈不是多单的去逐渐离场，而不是空单的去入场这个地方可能要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动作，我想让大家做的动作了，把我们的这张加码二去做减仓，加码一做减仓。当然你可以说把加码一加，就是我们的第一单在顶部出现大的今天反转，不是欧元的反转，而是澳币在底部的上涨。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在说澳币今天归根结底还在说澳币，把这个单再去减去一部分，这个单减去一部分，减多少呢？我觉得再去减上一个二减上一个0.2，你好多时候这种动作都很有意思，平0.2。平出一个六七百块，然后还有一个相当多的
盈利啊，还有一个相当多的盈利。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我们去截一张图，然后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图表的走势，以及在这个交易当中，我们是如何去做这个如何去做这个这波如何去做这波交易，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波行情啊。包括今天在下午的时候，也有同学说，这个单我做的不理想，然后在顶部上，然后去追加了一张多单，那就很差劲了。我不知道这位同学今天在不在场啊？不知道这位同学在不在场？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啊。首先，我们把下半部分的这个单了去进行一些平仓。我说的下半部分就是把我们下边这部分的这个单了去做一些平仓的动作，因为行情里已经有这种可变盘的可能啊，平0.2不要全平啊，平0.2留下底单啊，这个动作很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留下底单不只是让这个图表当中有我们做的那条线，不仅仅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在行情当中在那儿思考过这波行情的，让我们的交易是在一个波段上去做思考，而不是在日内的那小小一点上去做一个思考。所以我们平仓这些单，我把平仓单也发给这个各位。我把它发给我们的各位同学，请我的助手先发给到我们的邯郸群当中啊，让这个群当中的这些投资人能够同步的和我们去做交易啊，是的确是平的是底单啊，的确是平的是底单啊。啊，平的是底单啊，是。好，那我然后我们再在这里呢去做一个动作啊，然后我们在这儿做一个动作，我们来分析和检讨一下这张单到底是如何做成的，那这个单呢是如何运行的啊？这个单到底是如何做成的，同时是如何运行的？这个单的入场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底单的是六月七号去入场的，六月七号的入场单，我们来画一下它大概所处的位置啊。六月七号12点，好，大约在这个位置上去入场的啊，一个多单开始逐级的向上走啊，在这儿去入场的它的啊，入场它多单。那入场多单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去逢低买入，逢低买入。包括昨天也还做了一个逢低买入的一个，也还去做了一个逢低买入的一个动作，也还做了一个逢低买入的动作。所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单去如何建立的。我们现在我把这个复制一下啊。那这张单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底部建立了一个多单啊，多单呢是不断的去朝上走，中间在这些过程当中，每一次回调的时候都是一些加码的位置，包括这些加码的位置，包括说哦，它再次回来的这个点也是逢就是高位折回来一个只组互换的一个点，每一次价格上涨破位之后呢，都会形成一些交易的点位，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条水平位置上形成的只组互换的位置，包括我们在这次在这个位置上，昨天的时候，它回归到低点的这个区域啊，回归到低点的这个区域，这些区域其实都是我们在交易当中的一些比较理想的一些交易的区域。那当我们去建立的这些单，不断的去加码去做单的时候，它总会有一个反转点。啊，总会有一个反转点啊。六月
一个一个来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我们看到在中间最初的建仓点，这个最初的建仓点有多少同学有这个位置上的交易单呢？6月7号的单有没有？6月7号的这个单有没有同学有这张单呢？有没有同学有6月7号的这个单呢？现在，我是说现在。有没有这张单呢？我想可能没有了啊，可能有没有？我来看看哪位同学有给予，我会给予他非常大的表扬啊。你们看到啊，这位同学有啊，我想管先生可能也有这张，做了一单，但现在还有一单。许可同学可能还有啊，就是这个单可能还有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同学可能没有了这一单了啊。那中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最初的建仓单，是在远见财讯的直播当中去建仓的，啊，这是我记得蛮清楚，所以交易就像写日记一样。这是第一张单是直播中的交易系统喊单，那这是第一个交易单，那接下来第二个这个交易单，包括我们的第三个交易单，在就是昨天平仓的这两个单，包括还有中间陆陆续续的这些交易单，它是在中间出现的这些交易系统，这些单是交易系统产生的额外的这些交易单，包括昨天的时候行情在这儿的时候，我们昨天再次入场的这个交易单，这是交易系统产生的。这是交易系统产生的这个交易单。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看到，今天行情在这里的走势出现了一个反转行情。这个反转行情，我们昨天在这个位置上的单正好，其实早盘的时候正好获利止盈了。我想在早盘的时候，我在中间给过好多同学这个地方的，就包括我们在群当中，我也给过这个大家，我说，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单，你们要去做一个比较啊，因为昨天的这个单。我们是有一部分同学是手动止盈的，有一部分是获利止盈的。那手动止盈的这部分同学，他的盈利呢是大约是188澳币。那获利止盈的这个单，他们止盈的位置是1.58097啊，1.58097的位置上去做获利止盈。那这个单今天最高走到哪里啊？这个单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最高的这个峰值的话，它走到1.5887的位置，我们今天止盈点是1.58097的位置，实际上在我们止盈点上面，它还跑了七十多点，还跑了70多点，这就是交易系统当中带来的那个图形的这种突破的这个状况啊，就带来的突破的状况。所以昨天的这个案例告诉大家。我们把这张单也平了啊，就是不去不这个单，我觉得要把它平掉绝大部分。我不想让它再变成亏损单啊，不想让它再变成亏损单，平掉绝大部分的单啊，我们平掉底单，然后再次平掉了40%，上面这个单平掉了80%啊，一手平掉了0.8啊，所以这里要做一个减仓的动作，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今天行情的动力来自于澳币，欧澳的动力来自于澳币，啊，欧澳的动力来自于澳币。你跟着我做的时候要，跟着我做的时候，
跟着我做的时候要去，真的是一点一滴的都跟上了才行啊！不要有跟有不跟，有跟有不跟的，那谁也去去弄不好啊！我们今天有非欧同学三单的止盈都到了，都止在了高点上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行情啊！今天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动力所在。这是动力所在啊，这是这波行情为什么会开始反转的一个原因。那为什么澳币在这里面有动力所在呢？很多很多，当你懂得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交易当中那些有意思的地方就产生了。有没有同学听说过这样一个话语，叫做神奇的走势或者神奇的行情？听过我们解盘，我觉得半年以上同学一定会听到过这个词。神奇的走势啊，每个月一次的啊，神奇走势啊，每个月一次的这种神奇走势，每个月一次的这种神奇走势啊，我们看到 Daybreak 可以知道，我相信 Grace 也知道，我相信这些每天听的这些同学，我确定啊，你们大概都知道啊，繁花大叔也知道啊，然后今天还有一位同学了，有位同学今天的欧澳做反了，高位上，然后做了多单，然后他现在问我的问题说，支撑在哪里？我觉得离场就可以，不需要支撑在哪，因为澳币如果开始动的时候，欧澳可能会走一大波行情，因为澳币一共7000点，它随便拨100点就是1%几，而在这个上面17000点，就15700点的这个。欧澳如果去拨一个1.3、1.5的话，就200点的波幅，所以它走得非常快。下边这个它这个行情它会走得非常快，所以在中间，澳币的这种走势的状况是特别值得你关注的。中间它的支撑位在哪里了？我可能不太知道，但是我们眼见的，就是在目前状态，眼见的这是4小时图的走势格局，这个格局可不是一个好行情。这不是一个做多的行情，各位同学啊，这个图形不是一个做多的行情啊，不是一个寻找支撑的行情，这不是一个寻找支撑的行情，所以这是在中间我们要去想的地方啊。这张图我们再把它往深讲，交易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啊。你学的交易东西越少，觉得它越没意思，或者说那种娱乐性就越强啊，盈利能力就越差。但是当你把它越往深学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些有意思的东西就越多，盈利的面也就越多啊。今天也给大家去推荐一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啊，但也不是说 Cameron 老师的网站，这个网站不是因为在澳洲，它叫做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我们同学说贝拉说不知道这个行情，我觉得，贝拉同学跟着我学了蛮长时间，这个要记住啊，就澳币走势时候的特别走势，一定要去知道这个行情。这个网站是这个市场当中对澳币影响啊，可以说最大的一个网站，就是长线来说澳币什么影响最大呢？那这个就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网站，啊，就是。澳洲储银啊，有人叫储银啊，Reserve Bank 就储银嘛，储备银行的官网啊，也有人叫澳联储啊，不叫澳联储，澳洲没有联啊，没有这个联，美才叫美联储，澳不叫联，美国叫 Federal Reserve，那澳洲的叫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这样的，那 cash rate 就是它的这个利率嘛，inflation 呢是指的它的通货膨胀。Change rate 就是指的它的这个和美元的这个报价啊，和美元的报价。那在中间我们看到这是它的一些常规数据。那最这儿的有它一个啊最近的新闻，这个 Philip 同志，然后就给他在今天的时候就公布了他的这些说明啊，他的这个说明啊，说明什么呢？点开它啊，点开它来看后就看到它中间啊它的这个八股文啊，这篇他所说的八股文。为什么我叫八股文呢？因为在中间有好多
好多固定性的东西。第一句话就是说cash rate unchanged at 1.5%，保持不变。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1.5保持不变。另外，这个文章当中最后也非常关键啊，就是最后这段很关键，就是这个西人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写文章的时候会写说，因为 A，因为 B，因为 C，因为一，因为二，因为三，这个分论点写出来，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中式的写文章的方法啊，中式的写文章的方法，或者叫做总分总的方法，分分分分分，最后得出结论。那西人写文章的方法，他会先这样，先说结论啊，结论是保持不变，然后在下边写八条文章，八股文写上为什么保持不变和他在中间考虑的内容。那中间保持不变。但是他还认为将来他的通货膨胀会维持到二或者以上的这个地方，那这很关键啊，特别是最后一段很关键啊。当然，有些同学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些同学说：“哦，Kevin 老师，我看不懂，看不懂，跟着我来啊，跟着我来去学一学，弄一弄，这个东西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当然，我们这些同学当中也有非常多英文特别特别好的这些同学他们就比较有优势了。不好的同学也去学学英文啊，这是常规英文，看懂了会很有意思。不管怎样，我们说两个规律。第一个规律，最近一年半以来，议息时候总会去有2B 的上涨。第二个，行情当中如果有类型的这些话语，比如说The central forecast CPI 这个利率要高于2%，在今年要高于2%，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数字啊，就在这个二里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数据，因为国际市场当中通用的看法是二这个数字的是最理想的通货膨胀的数值啊，我们把它 copy 一下。加到这里边来，从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那说的这些话，这是第一个，我们把它摆在这儿的。第二，我们把它摆在这儿的，我们把这张平仓单摆过来。获利了结哈，所以分为两部分啊，一部分它一部分获利了结的这个单啊，两部分的交易啊，两部分的单，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学到的一些内容，很有意思啊。就在交易当中，大家去领会和感悟啊，去领会和感悟，感悟这个平台的这些动态，我觉得就这一点点规律。绝对能够让你在每个月啊，至少能够多赚这么3、50点，至少能够让你每个月多赚这么3、50点行情。我把它发到我们的群当中去，请我的助手帮我编辑一下啊，发给我们的同学啊，其实这点特别重要，这是我们今天在讲基本面的时候跟大家去谈及的一个话题啊，很有意思。好，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行情当中来啊，一个一个看我们的这个图形啊。中间我们会看到。欧元在相关的单当中，欧元在相关的单当中，我们近期上，欧元单应该已经止盈了，直接的单应该已经止盈了。
我们来看一下欧元的交易单啊。我来看一下，我们有同学问到欧元的这个单止盈的位置在哪里啊？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啊。我来查找一下，在今天的时候。昨天的时候的欧元单入场单，昨天的时候的欧元入场单是在688的位置啊，那我请我的助手把这条消息发送给同学，就是我们欧元喊单的这个单呢。发送给同学Helen，请把你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天去做单的这1.5手的欧元的单发送在同学群里面，它的位置是1.16688的位置最高的点位是72啊，我们的止盈的位置是688的位置啊，止盈离场止盈离场。所以欧元的这单已经止盈离场了，所以这是我们在之前做的欧元的一单啊，一部分单已经去止盈的一单欧元。那欧元我们除此之外呢，还有欧元的多单啊，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欧元的一些中线的单还保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啊，那所以我好多同学在交易的时候，好多同学在交易的时候，他模仿这个交易单啊，模仿的似是而非啊，模仿的似是而非，就是你入场不一定和我一样，出场止盈也不一定和我一样，然后交易的思路也不一定和我一样，加码解码也不一定和我一样，然后期望和我一样的结果。哦，我就觉得就不太容易做到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在群当中这些同学他们的做法就要去做一个提升啊，当然也还好了，因为我们设置的止盈单是1.16688，现在是569啊，大约少了12个点啊，少了12个点，那这12个点如果对应一手交易的话，就是120美元。乘以六或者七的话，就是800块人民币啊，大约5星级酒店住一晚上的钱就被 Daybreak 同学浪费掉了。好，所以在这儿看到的是这样。那欧元对美元，我觉得在今天的时候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继续保留这种。是啊，就是这样嘛，把一个5星级酒店的一个。钱就浪费掉了。好，那中间我们看到了这个图形当中，欧元800块人民币可以干非常多的事情的。它还是一个涨势，欧元对美元还是一个涨势。澳币在今天的时候，它和昨天构成 V 型反转。澳币这个图形啊，4小时图上 V 型反转，再往上走，澳币就破位了。所以澳币在走到这个位置上之后，就会形成对波段的一个破位，我就真的去再去中长线上去做多澳币了。所以这个位置也蛮关键的。我在这个位置上的澳币啊，800大洋可以从厦门飞一趟成都了，是啊，就是 Tapric 你刚才那单可以去从厦门飞过来见老师一面。那我们刚才分析了很多澳币的这个单啊，所以我觉得澳币在今天的时候可能会在这儿走出一些底部的一些区域啊，底部一些区域，那包括震荡上行啊，在这里去走出一上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之前澳币去支撑到74，现在是7395，再上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底部就真的见了。我们一直说澳币本身
有它的这个动力在啊。如果在这儿奥币跑到七四上方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去做多了。所以我们在澳币的地方，经常可以去这样去做一些交易单，做一些破位的交易，破位的这个交易的单啊，buy stop 的位置，因为我不确定行情会如何走，但是如果它上破上来，我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去做多哈，有可能会做多。这个位置如果上来之后七四，当然不是七四六三，我觉得18左右啊，就是大约是14破位的位置是7414，然后上来之后再跑上一个3、50点，止损止在比如说止到1314的时候，不是1314，7314的话就是100点，或者7350的时候就是大约50点60点左右的这个行情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单去跟进去啊，澳币其实是有交易机会的。那这一单我就不去把这个单呢去摆在我们的就不会在我们的群当中去公开去说这个单了，我们就把它只放在我们的交易的这个喊单群当中就可以了，就放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就可以了，不在我们的公开地方当中去。说这一个单了，因为这个单可能要跟得比较紧一些才可以啊。破位单，在处理的方面上可能要跟得紧一些才能够比较好。那我们在做这单的同学，就包括今天好多同学在参与我们的课程开始做这一单的时候，因为它是破位单，它是带有基本面分析，它不太看重技术面的，就是刚才这一单不太看重技术，当然也有技术面啊，它破位了，走一个破位上行，有一些技术面，但是。它还不是特别特别这种特别特别完整的技术面，它包含有基本面上的这种概念，包括我们对刚才的这个澳币的动力所在啊，澳币的这种它有可能成为明星货币，就是它的分析思路不是 M 模板的分析思路，它的入场点也不是 M 模板的入场点，它不是技术面的入场点。将来在这个位置上，如果1.51这个单走出来之后，随后的那些单，我就会不断的去依据 M 模板啊，或者说新的技术面的分析走势的方式来去入场它。所以这个单啊，大家注意一下，今天很可能会走出一个好的交易的图形出来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澳币的走势的状况。欧元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个获利止盈啊。昨天有一个获利止盈，今天怎么做呢？我觉得，昨天获利止盈拉到低点冲上去，今天看看能不能再拉到低点冲上去。欧元，欧元在交易的时候，它是用 limit 单去做的。我觉得这个 limit 单呢，真的也是做的挺不错的。欧元的 limit 欧元的这个。欧元的这个 limit 单呢是，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单啊。假设我们中间，入场没那么好，可能你坐的位置就不是那么好。我们当时入场的位置是在188的位置上啊，大约是188的位置在这里啊，止损止在前低，然后跑上去啊，一波行情跑上去，止损止到788啊，止损止到七。跑上去也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交易单，可以说完整的把这个单了就，完整的把这个单了去，把这一波行情去追寻到了。那所以我觉得欧元还是一波上涨的一个格局，这并没有变。但是这种上涨的格局，请注意，它维持的时间不是中长线维持的时间，它和澳币的上涨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晚间的解盘当中。不断的去带领大家去产生这种盘感啊，感觉。
这是他啊，澳币又冲上来了。英镑啊，镑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去做一些减仓，今天的时候英镑也跑上来了。英镑是今天早盘的减仓啊，英镑是今天早盘的减仓。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在昨天去做英镑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做英镑的这个单的调整啊？英镑在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在1.3132的位置上去平掉了1.0手的这个平掉了1.0，1.13。就在这个位置上，大概平掉了1.0，那现在还有着0.5，那这是在临场的一些判断上，我会认为它会在中间去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果现在有的同学跟着这张单在做的时候，就是英镑在今天早盘的时候没有做减仓动作的这些同学，可以现在去做一些减仓动作，不要等到它止损，现在先减去50%，就最后这张加码单减去50%的单。啊，减去50%的交易。啊，减去50%的这个图形啊，当然我们在今天早晨给大家的交易计划当中也去说明了这个单啊，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认真的去读我们这个。读我们的这个交易计划当中的这个讯息啊，英镑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去做了一些减仓的动作啊，已有持仓当中输轴线承压偏空看待，昨日的它要去做一个补空入场啊，这些单的这些动作要去，哎，不对啊，英镑。英镑在昨天的时候，昨天的1.13153的空单啊，获利减仓啊，今天待机再入场，要去做一个减仓的动作，这是今日交易计划当中对它的减仓，实际的减仓减仓在了30的位置啊，产生了300澳币的一个盈利啊，所以这些拿不准的地方多来问我啊，交易当中拿不准的多来问我。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英镑的图形啊，我们来看一下交易内参当中对欧元英镑的看法。啊，欧元呢走的不太确定啊，来看一下英镑呢？这是我们原来英镑去画的趋势线啊，趋势线压制啊，点刺下来啊，这跟我们昨天对英镑的分析是非常一致的，非常一致的啊。它走上来，可能还会走出一个，弹上来去走一个小点啊，走到这个均线压制的位置啊，然后再往下去运行啊，走出两步的一个分两步走的一个格局，走到这个位置啊。所以英镑今天，如果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没减仓的话，要去做一些减仓的动作。还有，在这儿还有跟大家还有说一点，就是你们在做单的时候，如果什么时候出现你的交易的状况和我的交易状况产生不一致，或者说你的交易状况在一段时间上不太好的时候，我觉得都是需要你去做一个和我多做沟通的一个时间啊，就是你到底准备怎么去做这个单，或者说你的交易的状况产生了什么变化，那你要去找我来去谈，那你别让这种东西放任自流的啊，这是老师的作用啊，也是大家学习的目标所在。好，美元对日币今天又从高位开始向下啊，走出了一个回落行情。走出了一个回落行情，美元对日币在往下走这个回落行情啊，没有，还好了，
啊，美元对日币在走这个回落行情。好，那再往下看，我们有同学问到了黄金黄金。那有同学问到说，冯凯同学问到说，零点1240的位置上有0.59的多单啊，是应该平掉吗？还是应该继续拿着？我想问一下这些同学，你们在1240的位置上。它的多单的原因是什么？啊，我们有同学在这儿去做到了黄金的多单了，1240在这个位置上多单，好不好呢？非常非常好啊，事后看来非常非常好。那它多的原因是什么？啊，假设我们说啊，我多的原因就是抄底，那你就心想哦，抄底，那抄就抄40点的底啊。假设我们是抄底，抄底可不是就抄40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会想到啊，所以我在会在这个位置上想到说。好多同学在交易的时候啊，他其实第一个入场的这个入场的位置，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啊，做得好不好呢？看上去很好，可不可以延续呢？不知道啊，将来怎么办？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些思路都是有问题的。那真正黄金我们做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波行情啊，黄金这波下跌的走势。啊，你们一直在涨，走没走到位呢？没走到位，啊，黄金没走到位，黄金现在下破50了，啊，黄金1250下破到1250之下，那这波行情仍然在运行。我们之前说过啊，我好多时候跟同学说过，黄金会走到去年啊3月、4月、5月、6月、7月的这波行情当中，在1200到1300当中上下的去运行或者走这个结构。那现在还是在我们的判断当中，并且我们有持仓去做它。那这些多单是要做一些警醒的，就是我们来看啊，假设我们去做一些多单啊，就是在这个行情当中去做一些多单，就在这一组图形当中去做一些多单，你会发觉多单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这是行情在上涨的时候。多单的一些啊，就是多单能够产生多单获利的一些格局，就是这些小方块都是多单可以获利的格局。那我们这个同学就是在这个格局当中把握住了1240到1246的这个行情，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反过来说，如果做空，哦，它的难度就不太大了，它就这样做下来就下来。所以中间要去考虑考虑啊，所以要去考虑考虑我们的冯凯同学要去在这里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要去仔细想想啊，在这个地方是如何去处理你的黄金。我觉得，黄金的确有可能在这里去进行一个反弹，反弹到50的位置上啊，再往下走都是有可能的啊。平掉0.2，我也支持你啊，因为不平会有心理成本。啊，但是需要反思的就是你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去建立了一个多单啊？但是多单是盈利的嘛，盈利归盈利，正确归正确。有同学说想在1250去空黄金啊，我觉得看看了啊，看看那个行情是如何到1250的。啊，来看一下有人问英镑啊，你说英镑可不可以空？啊，看看交易系统。交易系统当中，英镑涨势比较急啊，目前站到了这个枢纽线所在的位置，暂时还没有停顿的感觉。我觉得英镑啊，所以一个一个来说啊，我们问的问题好多，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
英镑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稍等一下它的这个空单啊，英镑稍微等一下它的空单的入场单啊，稍微等一下，啊，英镑稍微等一下它的入场单。有同学问到说，黄金现在黄金的多单可不可以平一半？我觉得可以平一半啊，黄金，0.5手入场的这些黄金的，如果有同学有了黄金的多单啊，可以去平一半。这位做欧澳的这个同学，刚才我们对欧澳有了比较多的讲解啊，讲解了很多啊，我想参看一下刚才我们的欧澳的这个图形。另外，你不在现场参加课程的吗？有人问到每日的空单还在啊？每日倒是可以的，每日如果。每日的空单，实际上我们原来的空单被止损了，止损了。如果还有空单的话，还可以再看一看，稍稍再看一看。好，给大家一些提问题的时间啊。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更多的时候呢，是体现在我们的交易当中的澳币这个上边去啊。今天这是我们作为基本面讲解当中特别多的放在了澳币的这个讲解当中了。保利加通道，我把它图摆在后边吧。图摆在后边，给大家一些提问题的时间哦。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提问啊。另外，可以扫描二维码和我们取得联系。周六的时候有一期一会，新的一期的一期一会啊，讲美联储，讲特朗普，讲这个美股如何去做交易当中的盈利状况，第77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同学的问题啊，依次进行回答。我们有同学问到说，美加下破低点可以加仓吗？啊，美元对加币啊，美元对加币也是个好行情啊。那美加又开始，还记得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昨天前天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减仓了吗？也是很有意思啊，在这儿减仓，平掉一些的时候，行情往上走之后它又来了。美元对加币。在交易的时候破位是可以去做空的，破位要加码空，而且美加其实是中间最近几天是明星货币，美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明星货币，所以我会破位去加码它。刚才有同学问到。美元对日币啊。美元对日币的单，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止损的话，第一个下次在做单的时候，止盈止损要设到啊。我们在交易当中，不是因为我盈利了就一定是对的，亏损了就一定是错的，而是说我们要始终做一些对的工作，始终去做一些对的工作，不要去做一些错的事情，这点特别关键。好，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儿没有止损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看一看。对，这是他啊。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其他同学的问题啊。纽币在今天的时候，也是走出反弹行情啊，日线图级别上，走出了一根阳线啊，反转向上，走到67之上的时候，有可能就反转。欧元对澳币没有特别多的变化，欧元对日币啊，仍然在涨势当中啊，阳线回到，也是走的这个格局很清楚的一个上涨的格局啊。欧元对日币也是。欧日也是相当好的一个格局，欧澳我刚才说过，说过一下啊，欧澳，有同学问到美元对人民币后期怎么看啊？我
Actually，我单独来回答你美元对人民币怎么看吧，因为涉及的东西蛮复杂的。美元对人民币啊，但 Grace 同学问他说，这个可不可以反转了？有同学问到。这个是不是可以反转了？我觉得就是，Grace 就是在澳币对纽币的这个行情当中，暂时还没看到它反转。另外还有澳币对纽币，注意要累积一些交易经验，就是它不会一次反转，这个行情它不会一次反转，它会反复去试探和测试这个位置。反复去试探和测试这个位置，形成一个高点啊，所以澳币对纽币的建仓要慢一些，因为它还会有这些交易的机会。美元对瑞士法郎也无所谓反转，就是因为美瑞。相对偏空的去看待美元对瑞士法郎等，欧加也是一个走得非常凶的一个货币啊，今天也是非常符合交易系统，回到这里然后跑下去，欧元对加币也是明星货币。欧元对加币也是明星货币。好，有同学问到说，我们的加币对日币啊，所以在这些时候上，好多同学你们问的这些问题会带动，帮助你们在做交易当中。会找到一些，假日，我觉得假日好像不太合适读啊。这个图形的确是涨势，但是这个图形不是一个，单就技术面上来说，它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势的图形，它。交易当中的一致性。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欧元对加币。昨天我们说上边，然后回来再补空啊。昨天欧加我们说回到高点低点的时候出场，然后高点的时候补空，补一些也可以啊。我觉得在今天的时候看到它又开始跑了，可惜没逢高补空啊。如果逢高补空，效果会更好。目前情况下，我们欧加4小时图上完成双 K 反转，补一些也可以啊。在这儿补一些也可以。我想我们现在还有1.5的空单，补一些欧加的空单。
补一些欧家的空单。看一下吧，再看看它的行情怎么动。我们看到说，冯先生您问的是奥瑞啊，可以拿到哪里？好，奥瑞像这些单，再去持有这些中长线单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在入场的时候要去明白说自己的这个单可以去持到哪里啊。奥瑞这个结构倒不错的啊，底部形成这个双 K 反转。澳币对瑞士法郎形成这个吞没形态，这倒是个不错的形态。如果入场多单，我觉得200点会跑上去。奥瑞的这个单都不错的。甚至啊，可以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下就把奥瑞了，把奥瑞的继续多出一些来。目前这个状况上，奥瑞就可以多出一些来。这个我们就不喊单了，这个不在不在喊单群里边发这个单了。那给大家做一个示例啊，其实也是我们在一起公开做的这个单。那止损我觉得。可以摆在比较，假设我们放在72的位置上，那它大约是最近的相当低的一个低点啊，在对150点的一个低点往上，往上看大概200-300点的一个距离。如果在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走到比如说75的位置，假设啊，先把它摆出来，这个图形是底部的一个吞没状态，啊，它是底部的一个吞没状态，不需要那样的远啊，走到前低的话是7230的啊，7230的位置，走一走看啊，这个单可能会走出一段时间来，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中间奥瑞赛进。把这个单呢去做一个奥瑞的多单了，也是中间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交易的图形啊。大型阴线被反转，今天在这个位置上是属于我们那个最后一根大阴线的那个格局，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最后一根大阴线的格局的一种状况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它啊。我们有同学说做美瑞啊，美瑞之前我们做的多单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上去做的。美瑞的多单，最近我们是做的，欧元的多单了。那当欧元做多单的时候，美瑞的多单可能要去，不能再做了，因为它是镜像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澳币对瑞士法郎的一个，澳币对瑞士法郎的一个多单呢、啊。指下来也还不错了，这是奥瑞的单。奥瑞的交易，基本上我们今天我觉得行情当中今天好多的内容都是集中在奥币上面的，主要还是奥币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动的这个行情啊，纽瑞的多单我觉得也还没什么，因为这个单是比较容易扛的，你扛着就扛着，所以因为你情况是比较特殊啊，我们的小燕同志情况比较特殊，然后家底也比较丰厚啊，所以纽瑞这个单它有它先天的优势啊。倒也没有什么多少的大碍啊，就是纽瑞的这个单也没有多少的大碍，就假设你扛也都可以扛得住啊，都没关系啊，因为你的状况我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本身我就不多说了啊，反正你扛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其他人啊再去
再去交易的时候，还是要有个止盈止损啊。啊，一些交易的大户嘛，就是一些有限交易，比如做上个，比如说你自己做上个三手、五手这样的这个单，然后就扛一扛，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啊，因为它是有它的收益在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各种各样的行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啊。有问题同学回到我们的群当中向我提问。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群当中会有一些新的这些朋友去进入到群啊，也会问一些问题啊什么的。我们的这些老同学呢，也可以在里边呢去给予一些解答，积极的去谈出自己的看法，去帮助一些他们刚入群的这些同学，因为有些同学他们的交易的思维啊、理念是相对比较浅的啊，形成一种老同学带新同学的这种格局。将来这些新同学当你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也要求你们去对一些这些交易的新手的给予你们的这个帮助，就像是今天我们群当中的好多人在现在帮助了你一样啊，给予大家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